场三班千百米。国际骑师锦标赛的第四关美军准备一开闸的时候，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埋边有呢个彩虹幻影同埋呢个爱慕线啊，中间戴咗个面箍红帽嗰只咧，就系呢个好旺财嚟噶啦。后一闸嘅咪有盖世之牙，埋边勇猛神驹，今日跟前咗好多啊。再后一冧咧，先见到入边有正欢腾啦、大紫荆啦，出边咧咁啊无奈望空走咗上嚟，有只头盘。后一闸仲有呢个仪器啦，再后多少金碧旅程啊，殿后一对咧就系超劲精神同埋利好嚟噶。睇嚟个步速都唔会好快啊，依家啱啱第一次过咗终点转呢个满贯弯啊，你哋慢咧就我放啦。好旺财大热门啊，向前面走噶，跟住第二位咧，仲见到就系呢只彩虹幻影嚟噶。咁啊，再跟住后边第三位嘅马匹咧，仲见到就爱慕线啊，赶翻上嚟啦。出边头盘啊，走咗上嚟啊。中间第五位盖世之牙啦，入边啊勇猛神驹，响内栏第六嘅蓝白环间三嗰只啊。再响外边有仪器啦，中间粉红衫咧就大紫荆。后一搭嘅马啦，尾四内栏正欢腾啊，尾三金碧旅程啊，尾二咧就系戴咗个红眼罩白衫白帽咧，就系呢个利好。暂时殿后嘅马匹仲系嗰只超劲精神嚟噶。好啦，过咗呢个八百米段处啦，睇下个步速系咪完全控制喺伟达手啦。好旺财贴栏放啦，第二位咧就有呢个爱慕线噶，外边头盘进占第三，入边咧仲见到彩虹幻影啊，中间咧仲见到盖世之牙响第五啦，后边嘅马有勇猛神驹，出边仪器上紧啲啦，中间夹住粉红衫嗰只咧仲有大紫荆啊，后啲嘅马先见到金碧旅程啦，同埋呢个正欢腾尾二咧就系利好啊，包尾仍然都仲系呢只超劲精神嚟噶。好啦，差唔多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好旺财好松容之下占先一个身位，首先入嚟啊，爱慕线第二位，埋边有彩虹幻影啊，中间位置上紧嚟咧就系盖世之牙，大外档咧仲见到头盘噶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啊，好旺财贴栏占先啊，中间一路追上嚟嘅马有盖世之牙，大外档整嘅利好啊，中间仲见到爱慕线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，大外档上嚟有利好冚过啦，第二名咧好接近啊。有呢個好旺財咧，中間咧仲見到咧就係呢個愛慕線啊、蓋世之牙嗰啲馬，咁啊結果呢只利好大外檔咧直情一擁就冚過曬啊！好旺財咧第二、第三愛慕線同埋蓋世之牙要影相啊！哇！莫雅真係獨步直路嘅喎，咁犀利嘅呢只利好啊，一條直路冚過曬啊！不如冚過曬我哋啲馬，係咯，冚過曬三隻四隻。咁快都嗰啲馬嚟㗎啦，好旺財第二、第三就係愛慕線，第四就係蓋世之牙。我都想再睇下直路係咪嗰只愛慕線有少少阻到只蓋世之牙嘅。我見到阿柏寶要喺過終點喺一路望住羅志波行嘅，係啊，嗰度好似係有啲銀一銀嘅，因為電光火石又啱啱俾只利好冚一冚，我睇得唔清楚。呢度要再睇一次，利好、好旺財、愛慕線、蓋世之牙。哇！柏寶可能好嬲啊！望佢啦，望佢，你講英文冇用，係咯，佢都唔識聽。